玉帝，跟奶奶一起坐。好。How bad is she? The cancer is quite advanced. Shouldn't we tell her? Family thinks it's better not to tell her. 你看，我说我没事吗？奶奶她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咋啦？我想你了。我打碎你儿啊！你会难过。我不想走。再难过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奶奶给你操办一个更大的婚礼。你也千万不能告诉她。Stop. 如果他想说再见呢？孩子，奶奶知道你总是惦记我，你前面的路长着呢，你还会回来的。生活中啊，总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你一定要想得开。傻孩子。I wanted to believe that it was a good thing. 奶奶是把生命看作是家庭。I love you, 奶奶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奶奶没哭啊，也不许哭。我没哭。